Sound. Bro. 喂吧。Action. 这段时间我在值班的时候，都是陈怡送妈妈去医院回诊的。陈怡你好，我是青青，常姐提到你。这段时间真的很谢谢你照顾我妈妈跟姐姐。常听你妈说啊，有个很优秀的女儿在美国念书。哎，你十几个小时飞机辛苦了。好 ，keep rolling， 我们再一次，再走。上面有声音哦。就那个，麻烦帮我提醒。他有一点浅浅，比较前面，你要稍微跟一下。对对对。哎，刚是灯开的时候有。因为我感觉到 有一个卡顿，是吗？我们在这边有卡，他尽量的。对对对，就是对，尽量帮我 smooth 一点。对，谢谢。DJ， 好，我们演员先就位，我们等一下哦。好。好，我们要开始。好。好。Keep roll。Action。等等，现在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单说单说，不好意思。好。Action。这段时间我在值班的时候，都是陈怡送妈妈去医院回诊的。陈怡你好，我是青青，常听姐姐提到你，这段时间真的很谢谢你照顾我妈妈跟姐姐。常听你妈说啦，她有好优秀的女儿在美国念书。哎，你十几个小时的飞机，辛苦了。喂吧，反正然后可以打这样，好，可以。好，28 take 2。好。我看一下最后的回放。有点偷懒啊。为什么？就是很难弄，你看现在假如少一个刀，应该知道吧？我们还觉得在网上，哦，因为现场，它的设计真的好小球，感觉可以，还是你的会太大，开太大，我觉得可以啊。过，大过，第二颗吗？第二颗的最后，对对，下一个是二之十。好 ，Let's go, Let's go。是手特写在摇到青青，那、啊、姐姐没有吗？这个没有姐姐。姐姐可以先休息。好哦。你要换镜头。先先维持。你有想要抬镜头吗？这个你要平视吗？还是其实我们这样往下，然后再往上拍到你就可以了。可以。好，就是主要是会怕死亡角度，牵手，然后你说这样子往上，对，不会，我们的角度好，那就这样拍，我们绝对这样拍，这是牵手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好，可以一样做几本吗？不是，我会稍微移动。美术，这个 mark 一下，然后我们把它挪到旁边，我要这个位置，对对对，看你要不要 mark 啊？来了 mark。死亡角度是这样子吧？我超喜欢这样，自拍。这样很漂亮，这样很有感觉，轻松。不是因为我的额头很大，所以我觉得我的额头没有。然后我们降角，我们先把，好，先把它降。就先正就正最下面，再降，我决定降喽。开始，有头。降，还没锁好。好，可以这样。对对对，我应该朝对方向。小心哦。好，锁吧。好。
它上面会有那个啊，哦，它有，它中间会有时候有点松，你就对对对，坚信的转到底就对了。哎，那你那个好像有点低，那就是脚架太烂，我该买新的了。不要再买新的，它就是整个它还是松，是正的对不对？轻轻说，它有时候会这样，你看上面有写，然后辛苦是总是对。因为这个是紧的，下面这个是你要再握住轻轻的手，然后我们再沉住去。祝你一个小孩做我的书，观看面相就很聪明的样子。对，然后嗯，然后我就会真的，总之左开手，然后你就会把抓过来。没有啦，我们在往上走，因为它正的啦。我们会在认识前讲，在讲话中。好有用，我会痛的。等一下，上一次我讲那个，这里男生说你弱，好，搞定搞定。差不多在这边就会掐掉。怎么了？这边就他们一直差不多这样水平。等一下，对对对对，哎。手牵起来啊，那这边也有那个光。要圣光，要圣光。好，让我切。这颗要圣光。你是要正的拍吗？还是你就是要这样侧着拍？侧着拍。因为灯光那里是说，如果你现在侧着拍，它们的光要重新弄。对，没，嗯，会传。我想一下哦。它会也是可以从这里吧，然后这里就是有点斜，不过它这边也是斜侧这样。你要。就是你切下一点。或是有没有这样子？也可以啊。可是这样他还是会拍到啊。这样太低吗？不会。嗯。我想想。下一颗就是空的，剪进去。嗯，阿姨可以帮我站一下，然后你们牵手。就是对，对，就是一盏灯，我把它当成，这是可行的吗？你说打出来全是背光，是他头发。嗯，开一下那个灯，看看。旁边有客人，旁边。啊，没。他够不带。多分钟。大学校开灯，认真。好，开。开个50吧。又在搞我。来，说话。来，开灯。好。有吗？真。这样，我感觉不太够。你是说不够亮吗？可以帮我转转看吗？转转。对对对，从零到这个地方。我从零到50。好。好。就。哦，有变化就会看起来明显。那你可以从镜头从手开始。可以。对，再来一次，然后。我们这条街，你们就一直握着手，对，握着手，然后就可以开始转。我 Q 你们，好，稍等一下。好，3、2、1 ，Go。等一下，对不起，再照。但播那个会不会？这样概念吗？对。如果没有开到，对，你有没有办法就这样去？好，可以啊。好。是你们要拍手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会车啊。手到人。对。最广了，最广吗？成功率。他要开始手，他要开始手包皮。OK。手有啊。手有吗？人都有啊。人都有吗？有。很背。很背啊。背也是的，如果等下出很大鼓，大鼓，鼓的背还是背的背？背。啊，大鼓。